我想要对，我的，我想要对我的鲁莽，还有无知的判断，以及所有支持过我的人，还有支持我的家人，感到很抱歉。同时，还有浪费了这么多的社会资源，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。之后就不会再支援你了，所以是不是之后不会有金源让你再从事音乐活动？目前对于未来的打算并没有非常的明确，但是我认为宪哥他已经带着我跑了很长的一段距离。那未来的打算，未来的计划，希望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。出事的那个晚上，跟他的牧师，跟他。陆七台，我跟他们聊了一两个钟头。爸爸很痛心的地方是，我跟他们讲，我说我没有必要跟你坐在这里讲这些，原因是什么？各位，原因是这些东西这几年来我跟你讲过至少十遍，我讲那么多遍了，你要听进去吗？出事了，我们才坐在家里在聊这个有用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你还那么年轻，23岁，那玩那个东西，那个哭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我太醉了。啊？我很醉了。那你爸爸抽雪茄只是让人讨厌而已，我没有犯法。我开车我可以开250的时速，但是我可以这样开吗？不能自私，是，好吗？我也很莫可奈何。眼睛都红红的，是不是？其实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是特别的煎熬，会心疼。很煎熬吧，因为昨天、前天我们都在，台南玩很大，然后刚好回到自己的故乡，然后又看到这个自己的孩子又出事了，那跟他阿公阿嬷是讲不清楚的，阿嬷跟阿公他们，几十年前从台南那移居到台北来。我们都是非常辛苦的淳朴的南部人，就诚如我刚刚所说的，我们家祖宗18代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一个前科或什么，今天破了这个记录啊，那我还要看阿公阿嬷怎么处理你们，对不对？阿嬷的犀利我相信你是知道的，他很可能就是壮士断腕，孩子不能这样，你今天要开始学会对自己去负责。我觉得我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对大家交代，我没有任何要为他 cover 的一件事。他有音乐的长才，伯克利读3年就毕业，台湾这么好的一个人才，那个骑那个东西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在国外，国外合法那是国外的事啊，台湾不合法，我们在这里就不可以。今天这个机会，唯一一个机会只剩下你自己了，我们都没有再其他的话可以再说。爸爸刚在旁边绕来绕去绕了5-6圈，我觉得我是下来好呢，还是不下来好？不下来也没有用，因为日后我也躲不过大家，因为我跟他们都是老朋友。每一个人，他们访问爸爸都超过30-40年，对呀、啊，以下都是很老很老的老朋友，他们看着爸爸，爸爸嘴巴坏，但是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情，这是台湾艺能界需要有的、啊，这是我们的力量啊！你不能用您的东西，新世代的进来破坏了他，然后让我们要蒙受这些不白之冤呐、啊。这个舞台就交给你了。今天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发片记者会，我相信没有人想要问有关他唱片曲风的问题啦。其他的部分我就交给你，当父亲的责任就上来跟你拍一张照片，好吗？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是宪哥原谅他了。
我没有办法原谅，要阿公阿嬷那边的一个角度，我们家的家教是庭训甚严啊。我相信您从我过去历年来的一个言行举止就知道，我们家就是这么严苛，他们都心里面都知道。我的女儿那么大，哎，姐姐这么长这么大，没有人去过夜店，你去夜店干嘛？结果弄一个这个，哎，你自己要在最后的一个角度，台湾的社会是很大的宽容，有过任何的事情，如果你愿意改过是 OK。只是我觉得，我说过，您真浪荡子，吾身奴钝的人，我觉得你是奴钝吧，你应该不是坏而已，坏可以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笨却是一辈子。哪那么傻逼呢？怎么站在路边抽大麻呢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丢脸是不是因为你抽大麻，而是你抽大麻被抓，站到路面上去抽大麻，你是怎么咖？嚣张到这种地步，难怪台湾的路上车子修 A 修 K 下来就给 C 就拿出来，啊，要不然你就经营个堂口嘛。